按摩可以很好的缓解贫血，治疗贫血的穴位共有五个。一、膻中，位于胸部，当前正中线上，平第四肋间，两乳头连线的中点。二、中脘，位于上腹部，前正中线上，当脐上四寸。三、神阙，位于腹中部，脐中央。四、血海，位于大腿内侧，髌底内侧端上两寸，当股四头肌内侧头的隆起处。五、足三里，位于小腿前外侧，当犊鼻下三寸，距胫骨前缘一横指。操作方法：一、两手除拇指外，其余四指并拢，中指相对于剑突下，拳掌紧按皮肤，然后自内向外沿肋弓向胁肋处分推，并逐渐向小腹移动，共操作十次。二、两手食指相交叉，横至按于膻中穴，两掌根按至胸内侧，自上而下稍用力推至附近处，即推20次。三、医者以右手掌按至于中脘穴上，先用掌根稍用力将胃脘向左推荡，继之再以五指将胃脘稍用力向右推荡，往返即做10次，双掌相叠于中脘穴处，以震动手法操作1分钟。操作时主要依靠前臂和手的肌肉持续用劲发力，使力量集中于手掌，形成震动力，使按摩部位随之而发生震颤。四、医者以右手掌置于神阙穴及肚脐，先逆时针从小到大摩脘腹30圈，然后再顺时针从大到小摩动30圈。操作时指或掌不要紧贴皮肤，在皮肤表面做回旋性的摩动，作用力温和而浅，仅达皮肤与皮下。五、双手食中指相叠，以顺时针的方向按揉足三里穴50次，双手拇指分按于两侧腿部的血海穴上，以顺时针的方向做旋转按揉1分钟。操作完毕。